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卤肥肠米粉，先来一口肥肠。太香了，这个肥肠节节脆，哇，这个肥肠是卤好的，再炒的话带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美味了，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吃饭今天吃的是豆豉辣子，还有炒茄子，还煎了一个荷包蛋啊，最重要的是咱们的精品盒装霉豆腐啊，看这种状态啊，软绵细嫩，入口即化，咱们这个霉豆腐啊，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哟，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霉豆腐啊，对，它品质很好，收的货直接去吃就可以了，不用等啊，单盒只要9.99，香辣味的9.99一盒，然后麻辣味的同样啊一样贵一点，11.9啊，香辣味加麻辣味的10.09，推荐大家去拍这种香辣加麻辣的，两种口味都可以吃得到。咱们收到后完全不用等啊，直接吃就可以了。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盒啊。对。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啊，特别的精致啊，流心蛋，这个霉豆腐真的是特别好吃啊，软绵细嫩，入口即化，收到货就能吃，一碗白米饭一块霉豆腐足以解决，配粥吃也好吃呀，配粥啊，配面条，配白米饭都好吃，好吃，兄弟姐妹们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香辣脆，味美香酥，香辣可口，一款当零食吃的小辣椒啊。一瓶半斤装，对，开两瓶更划算，香辣脆节节脆可以混，对，可以一样买一瓶尝一尝啊，我更喜欢吃香辣脆，它更香，我更喜欢吃节节脆，对，它里面带花生米，节节脆，对，而且它是当零食吃的辣椒里面啊，没有添加剂的，挺好啊。平时吃粉条吃面条的时候加点香辣脆，快乐加倍，家里有人喜欢喝一杯的，你买给他喝一杯特别合适啊，很多女生买回去都是当零食吃，但是不要吃太多，它原材料是辣椒嘛，吃多了它也容易上火，很酥脆啊，就是香的辣的脆的，辣度就是中辣，好吃，这种好吃啊，有需要去拍，